看了周深 Billboard 中国八月封面人物专访开篇的内容，想到今年四月写的一篇文案，就是关于那场雨中应援的。视频由娱乐叨叨叨不停和周深速递制作上传，其他账号均为盗窃。2015年6月20日，周深在重庆街头参加路演，当天的天气不是很好，下着雨刮着风，观众已经走得差不多了，但生米们却早早地穿上雨衣，站在风雨中举着条幅喊着口号，等待着周深的出现。看到这些，周深被深深的触动，路演结束发了一条微博，放的照片就是风雨中粉丝的应援照，只写了四个字，深深记住。在此后的时间里，每当被问及最难忘的应援画面，他总是说那场雨中的应援，他真的深深记得，他记得生米的好，而生米也记得他说的每一句话，就如周深常说的，谢谢你们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生活。于是在2023年3月底《奔跑吧11》的路透里，生米大声地告诉周深，周深谢谢你，我们有听你的话，有好好的生活。周深竖起大拇指，笑得极其开心，这才是双向奔赴的爱，这才是真正的偶像，给人力量，引人向善，播撒光亮。他说自己何德何能，我说我们只是单纯的对美好的向往和追求罢了，而你恰好就是那一份美好。记得评论、点赞、转发，并关注我，随时了解周深最新动态。